的声音，还是看的画面，还是鼠标的那个精准度，都很有帮助，很有帮助。我主要不是专业吃鸡的，所以就没怎么在意那些东西，知道吧？拉他，但应该打不死，可以包了，漂亮，捆他，我喷他一个人头可以吧？哎，怎么说？可以不回家，舒服。这个人头400块，这把我肯定是起飞，上来给我拿个人头。我第一轮刷回去，估计能刷到个1500。这个头 K 的没问题，没毛病。放松，伙计。第一波刷个1500很轻松，最好刷到1000、2000块。节奏不错，刷野节奏啊！哟，你胆子有点大哎，讲道理，你敢反弹枪野？我不知道你哪里来的雄心豹子胆。我靠，剑姬来了，这有点气啊！捆他呀，捆他，搞起来！滚他！我们队友来了，怕什么？他上当了，上当了呀！这你不会杀不掉吧？哎，这应该是杀得掉，我回了，我回了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算了，我买这个。强行吃我一个石甲虫，付出了一个人头的代价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感谢掰开大司马的飞机，谢谢。试试我吧。这个可以打，他的奥拉夫在上，蓝 buff 我收了，好吧，蓝 buff 我收了。十。人太痛了，有点不划算。
旧账了。他的大鸟我没吃。感谢 DY 乐语的飞机。把头埋低。ID 为什么不读全？我兄弟，我要是把每个 ID 都读全的话，我直播间早疯了，兄弟。我还能真的，我还能在斗鱼存活这么长时间？你真搞不清楚你们这个 ID 是有多奇怪。装了，你在玩什么呢？我决定去偷一波，可能有点危险。感谢爱斯基酋长大师的飞机，挠痒痒一样。哎呀，没打到！兄弟，我有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非常抱歉。有相位猛冲加红 buff， 是不是很无奈？这手反红很屌。再去抓他一波中，来来来来来，跟他干，跟他干。好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把他拖住，开个没大吗？哎，我靠，你就没了？不会吧？哎，我醉了。我觉得他有点不低调，说实话，你敢从这走？打野在。应该不敢走，来，他人在哪儿呢？哦，在上面。他不会把我红吃了吧？没有。感谢掰开大司马的飞机。马上来，魔皇来了，这波下路，哎，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还是满血，你这不这？我在勾引。人死太快了，讲道理。帮都没法帮，潘森来了。潘森，这波应该是杀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得去上路，我得补一下装备，你知道吧？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把装备补一下。大菠萝歪了，这不是重点啊，这不是重点，因为不歪的话呢，他也死不了，对吧？肯定说我们 AD 他就死不了，只能这么说。但杀还是杀不掉的。大菠萝歪其实也不是技术问题，这个东西。
感谢马老 C 的杠门送上的飞机，感谢十八岁的初恋男友。赶快吃一波峡谷，好惨啊，小罗。哎，我被发现了，我靠！他不敢过来，被他们看进来了，我回去。怎么办，兄弟，帮忙！有没有人来呀？我这怎么？大菠萝还就再一次放空，又被包夹，完了，队友挂了，我又没法帮，这波。讲道理背锅，这波不解释，这波有点小瓦，队友给我问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是有点坑，这大菠萝放歪了导致没击杀。嗯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怎么说呢，失误有点严重，像这种小失误它也不是什么水平问题吧，就是一种就是小失误太多了啊！我这波我要过他强杀他了呀，这艾希还不死吗？你这么胆子会就这么还就这么大呢，还就是就小青年拿村长不当干部吗，吃个塔皮溜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哎，他有队友来了，快跑，我心里有数的啊，打不死，这个手感有很大的问题，我又被发现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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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小失误有点多，嗯，能不能把他拦住啊？哎，好，好，你跑不了了，兄弟，这个你是肯定跑不了了。收，这把龙收了啊！不管他有没有睁眼，不管他来不来，必须得打的。快，先把这个吃了。我们有惩戒，我们有惩戒，如果他闪现下来的话，他也没东西，回一波，舒服，节奏还是在我的控制之内的，好吧。来，能不能留住啥的？留不住，留不住。先偷他一波大鸟。我的节奏还行，虽然失误有，但是哈，功劳也有。快，我们。感谢追舅舅一年了送上的飞机，可以，这一年了，怎么样？我挠痒痒一下。
三千块，我得回了。可以，先干掉一个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上，有没有人？大菠萝，好，你们没了吧？调皮得很，来追他，我一马上好。穷途末路 ，Rampage， 三千八，四千块，不来。感谢为了老马离婚的飞机。杀绝，可以。完蛋了！这钱都打不完。哦，感谢大司马最强王者的花海摩天轮，感谢感谢。我去把他的红偷了。五虎马云，五虎马云，你懂吗？4500块，感谢弯曲伴侣的飞机，谢谢。在这里赢一把，看有没有人来，好像没人来，算了，我来把他下塔推了，好吧。我就是那移动的靶子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哎，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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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回家整理一下，打小龙。他妈这样杀人其实没什么意义。好，5400块，我直接拿小龙去。这波有点狠。这波有点狠，掏两个大剑。嗯，这个菲奥娜想干什么？想提前把小龙的点占了，擦视野。我这波肯定是无敌。这波他们如果敢在小龙这个地方打架的话，会很惨，这不用讲的，好吧？来，往我这跑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穷途末路之爆炸哟！抢我一个头！感谢送什么礼物送上飞机？送什么礼物？这个、说了好几遍了啊，老是有人问。三件套啊，记住三件套就行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打一个辅助干嘛？打男枪值钱。对不起，杀不掉我，我很肉，我又很灵活，我一个大菠萝就能抢这个人头，但是我没有狙枪。他已经无敌了啊，不需要人头了。我可以把他秒了。
真的，这艾希可以把他秒了，你看一下啊。滑弹之烟幕弹之大菠萝之闪现 A 之 A E A 穷途末路 A 拉不到 A 秀他一把哦一枪爆死就问你狠不狠南天露露怎么说